果你要使用这个电梯的话，18块，他工资还贵啊。他还好吧？还 OK 啦，他只是没有钱加入那个电梯俱乐部。我进来是要找一本书，在哪里？你快给我！我把它丢了。啊？那里面有我的私房钱。怎么了？你们每周六晚上8点，东森戏剧台，原来一家人。